状况一，陈老师发现学童请假，立即打电话联络家长。特别状况，肠病毒流行期，彰化县所有幼托儿园所及小学一二年级皆严格监控学童健康情形，并执行计划性环境消毒。推演内容，老师追踪请假学童，并给予在校卫教。各位小朋友早安，老师早。哇，很有精神，很棒。那我们要准备开始上课喽。在上课之前，老师要先来点名。被老师点到名的小朋友，要大声的举手答右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好，很棒。来，我们从一号开始。一号龙晨。好。二号威晨。哦，很有精神。三号品轩。好。四号千金。五号姿颖。好。六号方宇。再来七号玉佑。玉佑。哎，玉佑今天怎么没有来学校上课啊？好，没关系，那老师呢现在要去打电话联络一下玉佑的家长，那请你们先把书拿出来看，安静的等老师回来，知道吗？好，那老师去打电话咯。喂，喂，你好，我是育幼学校的老师，我请问你敢是育幼的家长？哦，我是妈妈啦，老师你好。嘿，育幼妈妈你好哦。嘿，育幼今仔日奈无来学校上课？哦，一早啊吼都发烧啊，还讲嘴巴有破洞，啊跟喉咙痛啦。啊，我带他去看医生啦，啊，医生讲伊得肠病毒呢。嘿，安尼哦。嘿，所以今仔日要请假，我昨想无用，说袂记卡电哦，你真歹势哦。哦，袂要紧哦。安尼，你要今仔身体够要紧，医生够甲你讲爱注意啥物代志？哦，有啦，老师你稍等下哦吼。好。医生啊吼，我一张迄单啊，讲吼爱注意迄黄金72小时啦。嘿，阿公啊吼。那囡仔吼，老一直安尼会吐啊，啊是惊着，安尼一直困啊，吼，咱就爱赶紧去彰化基督教医院，啊是秀传纪念医院呢。啊，讲啊吼，厝里若怎阁有第二个囡仔，啊是厝边啊吼，爱搁较注意哦，啊无吼，若搁咧感染着吼，搁较严重呢。安尼吼，啊医生讲的吼，你拢爱特别注意哦，啊厝内的人嘛，爱拢爱少注意一下。大大细细啊，拢爱不能洗手。啊，厝内环境吼，爱麻烦你用漂白水小甲擦擦嘞。啊，囡仔会歹去碰到的所在，你嘛爱注意甲消毒一下哦。哦，好。啊，你要妈妈，你不要爱伫厝的，要不擦干哦。哦，安尼好，我知。老师，谢谢你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